幽灵怪物来得越来越近。初到此城时，他们每月现身一回，如今两三日就要现身一回。修罗城里风火水气四界轮回，每次节气幽灵怪随之而来，这四界轮回越来越快，在这城中活下去越来越难了。所以我们必须收缩距离，而不是广开山门，来者不拒。我们不该接纳人和妖加入我们罗刹门，罗刹门是罗刹的。罗刹门是罗刹的。当初如果没有司马，罗刹一门早已被灭，所以我们歃血为盟，立他为王，人和妖。